你好，你好。啊，好的，朋友，你这咋可以说一点在中国？我知道，我知道中国，我知道很好。啊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什么？康永军。什么什么？这是汉，这中国的汉字。啊，我知道。我是啊，这种，我是啊，很多语言老师，在很多语言，我就在这里，啊，我可以说啊，阿拉伯，我可以说法语言，我可以说中国语言，广东话，类似公司广东话，一点。啊，那他的中国的名字是老鼠，他爱老鼠。啊，你终于劳动在追，啊，没有啊，一点，啊，看没有中国大人们在这里，啊，那了，这你就在哪里？中国。这在中国哪里？我住在中国河北。河北。嗯。啊，这是一点在中国的半夜，中国的少见北京呀。啊，这是。啊，不，白的，我知道白的翻译，我知道翻译，但是很好。保重，再见。OK， 来保重，再见。好好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在这里。好好，老总，在中国的人们在这里。好好，老总，拜的老总的在这里。啊，我知道，好。你是的中国上海没有？没有。没有上海，把北京了，啊，很好，再见，保重，再见，酷毙了，